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比。我在这当中，我自己觉得七零年代我自己最喜欢的风格跟搭法。那我先来挑一下，这个高腰的丹宁，而且它是算是中型的喇叭裤，这是我七零年代觉得这是必备的单品之一件。今年春夏可能会延烧到秋冬的一个短版上衣，然后是斜领的，这次都比较没有像 V 领或是长袖，它比较斜领，所以这次我就会这样子搭，有很多很多的单品，那有鞋子，有帽子，有包包，有饰品。知道我是比较走比较偏个性一点点的，所以我会选择比较保守一点的颜色，然后会选这个包包，是圆筒的，还做一个小把手，就是个性中带一点女人味的。这个包包，鞋子其实还蛮重要，比较想选是这一双，就基本简单教大家，就是以黑色，然后旁边有荧光黄跟荧光橘做一点点缀，然后让它带一点颜色出来，它这样子就会有偏比较女人一点，加点个性风。那等一下呢，我就会试穿给大家看咯。